过去听见学法，我所知道的，我的老师一代一代这么介绍下来的，除了到了民国年间变化了，要好的多了，在清朝都是不行的。你到寺庙里头，寺庙有个讲经法会，你要想听见，你自己得攒足了钱，带着粮食，或者这个经你也想听十天，或者想听二十天，你也带十天的粮食或者二十天的粮食，就带着米了。到场主把米交了，完了还得交单钱，不是场主发给你单钱，你要交，叫听经的单钱。交完了你才能听。那时候讲经说法的，大多数都是什么？法师只给我们这个比丘。比丘尼都很少，居士啊没份儿，不可能，很保守。因为佛法也不能很普遍。经说佛宝、法宝，礼佛你随便都可以礼。经说不能随便看的，那能随便看的？干什么？供的。大藏经，你想借部大藏经，预约账，那可困难了，不是随便就能拿到出来的。单行本还是民国年间，像那满清年间要印一部经，得皇上批准。说乾隆御账啊，得皇上批准。为什么那契丹藏现在才发现呢？过去那契丹一那个民族一被灭亡了之后了，他的藏经都隐没了，都没出现了。知道玉州法很难呢，现在母道法很容易了。这一时啊，这现象是好吗？是不好吗？两方面，好呢很普遍，不好呢很快就消失了。说现在这么多，哎，就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泛滥了。过去的好多个寺庙都请法师讲经，这一讲经了，那么大概一讲经头半年呢，就到处都传呢。各个寺庙的出家人准备听经的，准备衣单，准备自己点钱粮，讲经去听经的，是这样子的困难了。到民国年间呢，为什么发展了呢？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国民党成功了。北伐成功，大家都知道的，成立的，中华人民国，中国，那是国民党时代啊。那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我对他的名字记得很清楚的，也是不会忘记。他建议国家要办学没得钱，他说我们国家是寺庙都富得很呐。把寺庙改学堂，把所有寺庙改学堂。那时候我们八字头陀、寂禅老和尚、太虚法师、上海圆英法师、提贤老法师、月霞老法师，这些大德跟他斗争。那是天龙寺的寂禅老和尚就死在北京法源寺。那是两个政府，南政府、北政府。南的得在南京政府去办，北方得在北方政府去办。寂禅老和尚是到北京来的，跟北政府来办，为了北方的寺庙。后来怎么办了呢？说我们自己办学，
那个时候一时风起云涌，每个寺庙都有个佛学小学，叫小学，我们办的佛学。寺庙的财产呢，我们自己办学了，就为了这个呀，那个奋斗的不得了。那个时候那些大德们，回头还有福报吗？这才证得了，到处都有佛学院。佛院从那时候开始的，没叫佛学院，最初叫佛教小学，每个寺庙都要培养自己，那只限制自己小和尚，不是对外的，避免这个。因为那时候打官司来做干什么，做运动，八字头陀寂禅老和尚说住在法源寺，哎，我在法源寺教书时候，我跟那个白光法母俩翻到那个后边那个里头，就把八字头陀那个 K 他一个木工帮助他 K 的，自己 K 的八字头陀寺，他做的诗记，那个木板还存在。那么那时候我跟那个白光法母把它保存在后头一个房子里头，后来现在我再去不知道了，这不知道哪儿去了，这个木板没有了。这是一段历史，说这段历史跟我们现代学华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讲讲我们的历史，知道我们的历史才有现在，知道现在是用过去历史留下来的。所有办华严法会的很少圆满成功的，我是自说三代嘛。慈州老法师当学生，月下老法师办华严讲，就没有个好地方给你办，没有个南京地方给你办，大多数单独办不能办，就依靠寺庙。寺庙有固定的常住的规要，常住的清规戒律，你这办学就跟常规常住清规戒律不大合，那你所以跟常住里头办，办的佛学院就跟常住跟禅堂跟念佛堂或者老法师跟老和尚一定吵架的。对，这我亲自看见的，持州老法师经常跟老和尚，他们不是随便吵嘴，俩人拉着手上课堂，他们俩一来，智克斯早都吓跑了。他那前门进嘛，智克斯听老和尚来了，在后门就溜了。他俩就坐着，你瞅着我，我瞅着你。没有智克斯评理啊，找智克斯，智克斯不在。俩人看看，算了算了，各回各的疗房。你回房长疗嘛，他回法师疗。要么亲戚看见的，波波喳喳的办了。办了五年，老和尚一离开啊，连这个也不能继续了。月霄老法师在哈同夫人哈同公园里头办，哈同夫人做生日，得让我们这些佛学院学生给他拜寿，要给他磕头，得磕头礼拜。这个主意呢，是一个还俗的和尚给他当管家出的。当然这个还俗和尚办佛院也通过这个还俗的和尚，那月霄老法师就不办了，带着学生就走了。这迁到杭州海潮寺吧。而后慈老法师办了几次，在湖北啊，在江苏办的都不能圆满，最圆满的还是在北京讲过两次华严经，也不是完全讲全的，老法师害病啊，告假呀，或者中断呐，这个情况都有的。在我的脑子里头是这样的。那除了慈老法师办了之后呢，这下头的没有，哪还有华严学院呢？你看我们好多同学的法界学院、法界大学，玄奘法师想在美国办法界大学，大概是17个校长吧，
那这世界五大洲每个地方他都有个校长。我去了在他那儿住了一年嘛，我没有讲华严经，就讲这个什么方等经了，讲了很多部了。校长十七个，学生一个没有。最后还怎么着呢？美国还没批准呢，批准了你也招收不了，这很难。现在台湾有，台湾不叫华严学院，对，我有个徒弟叫海云呢，他办的华严大学，华人瞎吹的，学生没有好多，而且也不是这么正规的讲华严经，我讲一部，但是他标榜是讲华严经，我说这个意思是做什么呢？大家想要学华严经，现在你还得多忏悔，我们大家共同的忏悔，忏悔就是佛菩萨加持，护法的大家努力，什么业障消失一点，我们办的好一点，能够圆满。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业障发现，你离开了，你听不到了，或者我们共同的业障发现，我老了病了，我没有讲完就死了，那还继续的还没来，那也就不圆满。现在呢，我感觉着这个答应如瑞法师的时候啊，我他能讲，他也能讲，我不讲了他就能讲。我们现在好多同学的都给练习着讲，你把初会二会三会会了之后都能讲，没入法界慢慢入嘛，个人体会都不一样的，是吧？像方三章这里同学体会的对华严的大义根本的教义没什么差别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形式当中是不同的，是不同的，这是一种情况。说对这一部《华严经》完全没有意识，寡是依照文字、依照句读或者听听，你摸索不到的，很难的摸索。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很不能进入。学学你就不耐烦了，他说的妙的极妙了，玄是很玄很玄的，你听听你还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不是玄谈大义，如果不玄谈一下，不说说你学习方法，你很难得进入的。把这些名词名相，华严经的名相特别多呀。啊，我们这大家，我说说我学的时候，化缘了五十部华严经，只五十部，一人一部，必须得分科判教。我们那同学的就想往那个经书本上，那就是线装书。上头都有这么大个空隙，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刮这个分科判教啊，你得用半年的功夫就往上抄哪一段哪一段。我那是后入的，我那个华严经就没抄，我还没学会写字呢，那抄的字很小啊，大了怎么容得下呀、啊，你们看看吧，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看看那个分科判教，看看那分科判教就得一本，就得一本。我讲个地藏经，地藏大记十论经，弟子们要求名词不讲不行，我说好了，你们来抄吧。后来我们管名词解释，单出了这么一本。把这个大记十论经的名词，大记十论所在名词跟其他经不同的，单独列一课解释，就把这个名词啊
分科、标题、名词，整整这一本，50多篇吧，双行的，要是单行的、单页的，就是100页。这个跟我们，如果说不学吧，不能把经理明了；学吧，很多时间，光解释一个名词，够你学很多时间的了。我们再完了，再把他这个等把这个过去了，再能进入。所以这个时候要没有前头给你预先给你解释，你很不容易进入。前头你知道了，他说一会一会在哪个天开哪个会，哪个会开哪个会，你渐渐就入门了。所以呀，在咱们现在这个前头这个，我说这个有好多不是经的话，也不是经的意思。我说这个是什么呢？有两种意思。我们这没有秘密的啊，一个是叫让大家能进入，一个大让大家能升起心要先，就是环境信。我说信呢，我能学得到，就两种意思，我能够进入。先这慢谈一下，废话说的多一些，但是你这废话多了，使你进入。古来时候法师又是讲的，一句废话不说。这一部经讲下来，听不到一句法师说的这句话不是经上的话，听不到的。但是越来越不同了。说现在的当前的社会，如果你那样的，可以说没有人能进入，也没有人能听。因此呢，我的感觉啊，我的经验，不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法师讲经，能够跟社会结合起来的，你能够弘扬佛法，使他能够领了一部分佛的道理。如果你光照本宣科，照咱们念想，很难的接近。在我们佛学院，在我们僧众，在我们寺庙里头，没问题。一出社会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生存呢，我们不是超然独立的。如果没有护法，我们的生活，一切像我们修这个法堂。当然是我们到这儿住着来听课了讲课了，感觉是很愉快。你知道这个法堂怎么修的吗？可能跟我们这里头搬砖运瓦也都参加过，知道他们费了，如瑞他们费了好多心血，那些老师傅们在这儿学。现在后来人他不会体会这个的，他只会享受，没有体会体会先人怎么创造的。但你有缘呢，你有福报啊。要把这个来源、福报、因缘给说清楚，你才能升起心要心。所以把这个华严经，这个一会一会的先给你说，你就知道了啊，这会说什么，那会说什么，赶你思想有个大概的印象，听起来就不困难了。我本来考虑把这个捣乱不必再讲了吧，讲正文吧。那我们那班嘛，我们那边的道友了，他今天跟我说，我们早晨漫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还是讲导论好，讲正悟废话少说，废话没有了，讲经文嘛，这导论嘛就前头的玄谈，这叫还没有到经文时候跟大家漫谈，漫谈学习的方法，那个
各个主持都在这没讲经的前头宣谈，有两种意义。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自己啊带着米带着钱才能去听经，但他要来听你，你讲楞严经或者讲法华经，都是小部讲弥陀经，他事先对这部经他自己有研究，他也能背得，他就看看你的知见，这个法师知见，他知见他讲的我能得到个什么，这样子积攒点钱花点缘透点米来听的，他不一定听完，你把玄谈讲完了，大意讲完了，哦，他说你知见是这样子，跟我相合，我或者多听几座，跟我不相合，我也没那么多钱，我也没那么多米，我就走了。报名很不容易，要求很严，要不听退呀、啊，常住很高兴，你不学了不退了，你米拿进来不能再退了。我还得把我单子交的钱我还算一算我带走，那办不到了。你说常州你退非常容易啊，说我不学了不学，好，那你请走吧。来报名不容易，报名钱够不够，粮食够不够，你到底是调皮捣蛋的呀，是来真正学法的呀，过去有调皮捣蛋的破坏你这个法会的，这情况都有。